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钟姐，今天我们所有巡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人来到了清水的鳌峰路上。那这一间呢，大家也不陌生，这一间我真的拍过蛮多次，尤其是巨无霸，巨无霸真的非常的佛，佛到没话讲。然后有拍一些标准台公仔，好像也有。有。然后那我们再来这一间稍微巡一下，因为我们蛮久没来了，我们都会久久来一次，大概一个月吧，一个月会来个一次，最多两次，差不多都是这个频率。来这边稍微小玩一下，好，那我们就来这场巡看看吧。然后我们来到这一场呢，小帮手有看到，他说角落有一个焖烧锅，看起来好像很不错，不锈钢调节，不锈钢节能焖烧提锅，感觉很不错，只是目标有点远，有点里面。对啊，但是我就先试试看，能不能打一些东西掉。全包变个位置，跨的。他只要稍微跨着怎么样的，后面那个拖下来他就秒了。那如果我这样呢？来，45度，哇！有中说，然后哇，再一次，再试试看，上，哇！其实有机会，你只要稍微拖到一个后螃蟹啊什么的。只是这个，因为它都是有斜坡做一个小防御，但是其实这一台可以，只要这一个起来，变个位置，就这样嘞。这样哦，也许有机会吧。来哦，这一盒中，吃到了。上，差一点，是不是差点？不够过去。对啊。这个过来卡挡板，卡这样啊，这是要去抓后面那个下来，是啊，看能不能抓到，推到底就好，这样子不要吐到我的公仔。这个下来，没有补起来，那个超重，重到爆，其实这个角度我有点尴尬。推可以，两拍吃到旁边，因为他那一盒基本上应该有一点往前啊，他应该是躺不掉了。吃到，出了，太重吗？这一盒是真的有点重，刚刚夹起来有感受到它的重量，拖到它的重量，拖哦，这一盒真的重，没看过，这一盒真的重。然后要打的话，其实我们那一盒你就可以让他一直在那里，他东西过来就站着，东西过来就站着。逆这一个，逆或左右盾，因为你说先把它逆上去，我刚刚就想要逆啊，但是好上不去啊，不然我也想吃到底上。你看，哇，后面要有东西。对啊，但是就。我觉得只有那一盒公仔过来，东西拖过来，变个位置，还变不了，因为现在那个工具它挡在那一个角度很漂亮。重，过去也好，挡好了，那我就顶二收出。这一盒也重，这一盒做的蛮好看的呢。公仔都很新哎。超新的，而且这一盒不错看。接下来呢，我拖看看这一个，因为我那个焖烧锅我不知道它重量，真的太重的话也是得放弃。重，直接来。直接焖烧锅。来焖烧锅。不行啊，焖烧锅真的重。焖烧锅应该它只能，因为它四四方方都有用那个透明的，它只能靠透明的扣点，不然应该基本上很难起来。很重呢，它但是它有扣点，它是有扣点在的，过来这门应该有办法出，有机会。是的，超重喇叭都打出来了。来，拖。对，我上次超重喇叭怎么出的？好像是跨的吧。
看着哦，哎，好像是哦。还是你先把前面脱掉。不，要你真的要打它的话，要先把它拖过去，枕头或公仔拖过去。我们要打一个保险牌。只是它真的重啊，我在想要不要放弃那一颗。还是放弃啊？因为我们直接决定放弃它的话，可以直接拖公仔。好，因为公仔很好拖，你看随便抓随便中，它就直接过去了。嗯，我们还在那边靠它，但是还是得再过去一点。过，好，其实这个好像也有重量。对啊。来，嗯，反了。不知道，那就全包吧。折叠垃圾桶，可折叠垃圾桶听起来觉得轻啊。螃蟹不行，它只能扣住，它只能吃那个扣点，那就给它包到底。哦，这是啊，这样这个，哎呦，有了，哎，没出，哇，尴尬，有。过哦，这个真的重啊，这没话讲，这一颗是真的重，而且它这一颗跟那一个一样，都要靠扣点。一个垃圾桶怎么那么重？对啊，我就很好奇，很想把它打出来看一下，为什么这个可以这么重？你看，我们之前夹一堆垃圾桶，都每个都轻到爆啊。这里面是装什么？这比较高级。拖，哎呦，哎。翻，不够力，没有啦，它下面那个啦，它卡着啦。哦，这个要让它翻到过去，应该有点困难。就这样了，滑掉。它这一面是左右有扣点的。哇，差一点哎。对啊，左右有扣点，起来。出，哎呀，安呢？翻，哦，差一点，很重到翻不起来。再翻一次。对啊，挑个爪位。翻，哎，翻，哎，吃多一点的翻。终于，有没有中？哦，真的比我们平常夹那个重。它折叠的吧？你看，它可以折成像这样子，咣咣咣咣咣变大的。这么厉害？这个蛮屌的，方便，而且它也是智能自动开的。嗯。接下来就是乳肤左右盾，全包，弹着门。弹？哎呦，差点弹出来。对啊，这个乳肤要。轻的应该是很难啊，而且是四档。哦，不要犹豫了，出来。弹一下。拖。左右给包了就好。哎呦，过来。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只是这个枕头能不能过来啊？我这边洞有点大。但这个角度更完美，因为这个角度公仔最会拖就是这个角度了。一宝，哎，来宝，扣到，哎，过鲁夫过，怎样了？只要鲁夫能够过来一点点，我看能不能抓到。哦，他转转。换鲁夫过来一点的话，焖烧锅可以拖得过来。哎，放。哦，它都是弹到它。但它就在那里，因为我们刚很多公仔都是下去，它就完全下去就没有空间让它回来了。听天由命，全包。一、二、过。二收。来啊来啊，
收，哎，这个这个这个，不收，哎，这个这个这个，这一下真的没话讲，甩过去二收在那个角，就会脱钩。嗯，有以四档卢布这一盒真的算轻了。哦，是啊。哎呀 ，OK， 我们夹四个。那我们来小试一下门口这一台好了，这一台我们好像从来没打过。没有。对啊，所以来旁点看麦。哦，你们听到它的爪力，而且它的甩幅这样，可以，这台可以打。哎，这个鲁夫，这样，是那个大拳头那一种，哎，很帅的那个啊。我先拖这一个，因为我蛮想要打到那个鲁夫。那个看能不能把它夹到贴着鲁夫，哎，这个呢？哎哎哎哎！快丢哎！对啊，你们俩明白门口这台这么佛？他送你一颗球。没有球，球跑回去了。哦，球没有出。欸，这样呢？试试看。可是它可以吸引你。你说鲁夫啊？对啊。不知道，他光那个头、那个手就有多重。我细细看。那一盒是真的，那一盒光还没，我完全没有摸过那一盒，但是光看就觉得重。二松，欸，中了。对啊。哦，来了。好像很佛呢。蛮佛的。他整个直接这样直接放呢。他全包就好吗？还差点出，那我就全包外丢，一二放，哎，来，哦，太长，对啊，他靠捏宝的好像不太行，哎，是吗？哎呀，无限枪位。对，那一盒挡在那里，它完全一直无限枪位，全包就好。全包就好。自杀。哈哈，那个一直助攻。顶抽哦，对啊，嗯，顶抽我也不知道，哎，嗨，要结束就看看看，嗨，嗨，熊爱甲，对，没认得出来，有有有，OK， 来的，对，我把这盒打出来就好了，哎呦，会不会卡着？哎呦，会不会卡着？你才在说会不会卡就卡了。OK， 好了，这一盒无缘故又自己跑出来了，刚好卡到大边。可是我刚刚看他的爪子大边应该是不太会卡，应该是这一盒太重吧。说卡就卡。嗯，这一盒没看过，大拳头的鲁夫，四档。好 ，OK。我们来打之前最爱敲的这个巨无霸。哎，啊，派奇啊，来，再一次，啊，嘎嘎嘎嘎，有没有？这样子还会丢吗？试试看。啊，嘎嘎嘎，嘎，照丢啊！来来，这个要出了，捏宝。哎，它而且很有频率哦，它不是嘎嘎嘎，它是嘎嘎嘎嘎嘎。再听一次，嘎嘎嘎嘎。车子有点多了哦，下班了哦，大家都下班喽。我把这个往前拖，这个怎么觉得好像秒杀？在蹲起来夹那一个嘞，可爱啊。不觉得他很可爱吗？
味啊。来，我给它出来，出来就可，出来就可爱，不出来就不可爱。对啊，尤其是这一个啦，这个真的是。那你就坚持要夹它。来，出了。来。好。它不出来就算了，我出它。出你。出你。卡洞，青苔。OK。加了一个健身器材，还不错。那接下来呢？这个什么？吸尘器啊。哦，秒杀！来了，我们夹完它就 happy ending， 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A 告。太吵了啊！哪里吵？外面啊。啊，没办法，现在下班了，所以我们这个打完就要赶快。出完就好。我那个光，嘿，哎，没倒，他刚倒就自己出来了。来，出来了。来，出来了。哇！哎，我他要回去。他站在那边起码三秒。OK。我们之前也抽过一个车用吸尘器，还不错。你看，挖掘机什么都有，吸尘器，你看很方便，在车上就可以，你把车上整理得干干净净。嗯。OK， 就这样。那我们总共就夹这样子吧。1、2、1、2、3、4，四盒巨无霸，一个赛车，还有这些。嗯。没办，蛮爽的，尤其是我们打最少的就是外面那个中型机台，四分钟而已，四分多。让我们有点不知所措，太快了。那这次抽奖要抽什么？因为这次奖品蛮丰富的。你看，这啥？电风扇、吸尘器。冬天快到了，在家健身，在家玩赛车，对啊，好像吸尘器最实用。嗯。因为开车的人蛮多的，所以你在车上啊，有它是车载，好像应该可以插着那种圆头的吧？应该是，通常都是圆头的啦，可以插在车子上，你就可以在车上使用。还不错，那我们这次呢就抽这个车载神机，让你们回去把自己的车子整理得干干净净，无时无刻都可以吸一下吸一下。那我们这次就抽这个车用吸尘器送给大家，抽奖方法一样在片尾，大家再去看一下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